而且我有榴莲，我切那个给那个抹一下这个。我来。他们就根本不抹这个厨房的。他这个也是那个。就那个。这个干净，就闻这个。这也可以用。那就来一桶。嗯。我来拧吧，不认识。小猪今天是表现得最棒的一个。开饭干了那么久都没看见啊。没干个点儿啊。对。要干嘛？不，小猪表现得最棒，我绝对给他多加点菜。好，给我多一点菜，我听懂了。潘潘失落了。潘潘说没我啥事儿了呗。下面卫生间的那两个人，我带你去。你一直在做事的就是那个潘潘是吧？我那儿正面，正面好些。他本来就是的，他就喜欢做，感觉咋样了？